他直接踢从那个把那个宝宝从上面直接踢下来，贴在那里扔了。天哪，这个河马真的是，我悠悠妈都吓到，悠悠妈都吓到。谁在喂第九群啊？现在？哇、哦，新宝妈最近疯掉了，疯掉了。把那个崽直接提起来。直接提起来扔了。新宝妈真的疯了。第九群和大部队他们是两个群，以前是同一个群，然后去年才分群的，去年才分开。驸马爷带第九群，驸马爷带第九群，然后大部队的炸斧。不是不是，这也不能就是说知道那个，我们就是要注重啊，因为这本来是坐下去，坐好我给你们拿。小猴子被带走了，小猴子已经被带走了，那个猴妈妈应该是带走了。哇，搞得我牙齿好痛，不能再咬啊，下次我把它磕好，那个花生得磕好了再来。大家们，我刚刚在这里喂了一波猴妈妈，然后我们准备要看的话，我带你们上去看看吧。但是它不怎么吃东西了，它不怎么吃东西了，它吃差不多了的。小安，你看到妞妞妈了吗？妞妞妈没看见。对，宝宝基本上是吃饱了。刚刚上来